因为你还不谈这个呀，有个呀好不嘛，都不一样呀。所以上面一直走不过来呀，还是要呀，路谈这个呀，有个我好不嘛，给你添的呀。哦，他我也没说搞那个，肯定就拿他搞的嘛。哦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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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感觉从山坡过来了，是吧？对。人家的呀，三个多万美元。哎呀，你这个真的咋想的？哎呀，你晓得呀？哎呀，你怎晓得呀？你，爱情都有点假的，有天理不假。稍微你气量呢，搞得有点什么？天理根本不假，可以说是在搞一些轻松点的东西。你得考虑哈，你们天理不假，这东西如果做大点哈，如果做大点。眼睛大一点，好，体力上是好了，压力就大。你到时候大家上身体型的，我跟你说，要大呼吸，要卡了，浑身在痒，你莫忙天气啊，多啦，爬呀，就看啥嘛。只要叫他爬，就爬了。还有嘞，莫搞体力啦，要压的大，要搞运动，不过在讲。你上次你走路，这人你都在匆忙的呀，而第一猫怎么发烧？第一天是高低温，第二天是高低温，都天气一段时间，然后去找了，去找天嘛，你看这个太阳太热了，天冷就来。